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今天是我们第24届法律建国学院联席会的开始。过去那年，就是去年，咱在2011年1月14、15、16三天来举办第一遍、第一届的咱的联席会。一直到年底拢有22届，然后伫热天的时阵，咱有大专青年的夏令营，同时咱嘛办原住民的这个研习营，5届，大专是4届，所以咱去年足无闲的，特别是热天的中间，逐礼拜拢来遮，热屁屁安尼。去年的1月14、15、16的时候，咱这吼，迄个上寒，半暝也是可能5度，日时啊讲上寒是6度，哇，寒到要死哎！好，我知今年虽然讲改成寒流有来，但是无寒到5度、6度的程度。另外就讲今年，咱因为经费比去年较有，所以咱嘛拢有棉被，有足够的棉被。去年才一领薄薄的被啊，家己佫扎啥？扎睡袋来。冷风冷死死，拢睏袂去，寒到要死哎！就是一日遮嘛，足寒的。热天热屁屁，无电风，到尾啊，咱郑先生、郑天星先生观看甲咱买电风有诶讲无爱装冷气，但是有诶人讲毋免装冷气，拄仔有电风就真好。你啥？咱就要勤俭，才好着建国啦，另外就讲来考验咱的毅力啦，咱的耐性安尼，和精神，大家拢祝福。咱去年比较比较迄个2009年甲2010年迄两冬会使讲足大个加花出去。去年咱的成果是足丰富的吼，去年。这部剧真紧凑，2009年是成立，法律建国会，伫美国的 LA， 刚迄时阵伫台湾成立台湾民政府，迄阵要咧起步，诉讼嘛要未结束，到2009年的时阵咱伫九月的时阵诉讼就已经有结论啦，迄结论就讲。美国迄个高等法院判决讲，台湾人无国籍，台湾人无世界共同承认的政府，台湾人本土台湾人生活伫政治联合之中安尼，即下判决主文了，咱伫9月16日的时，就来成立一个咱的法律建国会台湾分会，刷入去开始就无闲啊，迄当阵就开始做一个工课，你开始做。2010年的时候，3月 ，Michael Richardson 来台湾访问，来甲咱了解状况，咱带伊各所在去踅踅咧，大上将近2礼拜的时间。过来4月，咱就开全球代表大会，推选咱的驻美代表。7月，咱的这个驻美的这个办公室就怎啊进驻成立？9月7日举办这个酒会，10月16日咱就这个内阁就成立。这中间拢足无用的，但是迄当阵人员无真济，咱重要的干部20-30个，包括中南部安尼上加40-50个。等到去年咱伫1月14、15、16的时候开始办演习营的时候，第一届咱有73个人来，自遐73个阁落去一直教，所以到年底总共来遮上课的，差不多将近1500人。所以去年的时候，咱伫4月28日去日本交流协会、甲美国 AIT 去呈递咱的请愿书的时阵、请愿书的时阵，已经比2010年吼加超400个人，2010年差不多300出，
去 AIT 抗议。那去年2011年，咱去日本交流协会甲这个美国这个在台协会哦，安尼差不多700多个。啊，我今年是建议讲，咱今年的四月新要去的新，伫下晡，下晡的新，咱会当对日本交流协会用行的，是较大咧呢，是去甲 AIT。安尼啊，咱旗啊个咧，大家也穿这个服装，吼、哦，啊来台北街头甲写一下安尼。有台北人会当了解讲，咱在做啥物，咱在做啥物，足重要。咱在做啥物咧？咱法律建国会，咱台湾民政府，咱要诚实，就诚实本土台湾人400年来的悲愤，甲这个遗憾。安尼讲悲愤咧，咱大家拢知影。这400年来，咱台湾人过了较好的日子，差不多是1925年甲1940年这10几冬呢。这10几冬，咱昨吼伫 Discovery 有一个节目是日本的兴衰，日本帝国的兴衰这个节目。伊讲1925开始，日本的少壮军人吼真强势，已经无咧受天皇的压制。就是不听中央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不听迄个日本本土中央的迄个号令，就开始伫中国做足侪工课。啊，做侪工课中间，会使讲一直拢咧用武力，吼、哦，特别吼，拍、哦、东北，甲东北占领了，过去拍日俄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农村的经济，吼、哦，大家过啊足艰苦，因为拢爱扣足重的税来支援这个军事的这个动作。台湾嘛，同款，吼。啊！但是台湾迄个当阵比较过去来讲有较好，安尼说，伊制度一直咧上轨道、上轨道，所以1920年甲2020迄中间已经基础车拍在啊，台湾的这个基础建设拢超好啊。啊，所以咱到1935年的时候，咱办这个世界博览会已经有世界水准，所以我来讲，台商对2025甲2040这中间，台湾人是过了相对吼、哦、生活。水准拢提足悬嘞，但是进入去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吼，咱台湾人哇真辛苦啊，因为啥？用配给的制度，吼、哦，配给的制度就讲，咱农民生产的物件爱交政府，啊，政府才阁配给出去，啊，所以就是阮农家来讲，米嘛食无够，食袂饱，所以我听阮老爸讲，咱家己切啊吼，假使讲咱来生产1000斤，可能是粘100公斤、100斤啊、200斤。啊，起来吼、哦，拍个大料，甲包真硬吼、哦，包啊，怎啊唔敢放伫厝哦？提放伫后边山的洞内底，甲挖一个洞足深的，啊，怎啊落伫内底无人知？啊，即款若吸火机去食无够先，啊，半暝吼、哦，啊，才点个电蜡火，哦，迄、那个煤油灯啊，啊，就去山顶，搁迄个米一包摕出来吼，拢分一包啊摕出来，啊，摕倒来厝吼，搁甲蒸的，切个啦，切个甲蒸的，啊，都去看来咱的臭味哦，唔敢提加。较早爱加米啊，唔敢提个，用蒸吼，啊就甲迄粗糠吼，甲分出去，甲加一个用红果加一个吼，啊迄个炒面就掺迄个配角米，含咧食无食袂饱，吼、哦，甲迄个程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你啊看，咱讲这个安定嘛才10几冬，啊过来就战争，啊战争就爱米空袭，吼、哦，啊过来战后的时，就换中国来占台湾啊。中国占台湾，1945年10月25日来甲咱骗讲台湾光复，啊，实际上文书上国际文书合约，吼、哦，拢无讲要甲台湾挂乎中国，挂乎中华民国无，啊，但伊就讲做光复啊，伊就用这个吼、哦、军事占领来，啊，就甲你收刮，吼、哦，甲你40000换一块有诶无？啊！伫这个45000进前，就发生这个二八事件。伫3月7日甲3月14日中间，台死的人差不多28000人。哦，这28000人，迄是黄孟雄的迄个一本《台湾史概说》吼，《台湾史概说》内底，写讲迄7、8天内底，看到人就台对入一师12000人，甲宪兵第四团差不多2000人安尼，如海港就开始用轻用炮，看到人就抬，一路抬到屏东去安尼吼，抬28000多。啊，伊藤姐讲，伊藤姐是伫这个
台湾历史，英文的迄台湾历史迄本书讲，讲日本伫五十一党的统治内底，开始反叛日本吼，的统治的，而且平埔番也是高山番安尼吼，台西的人嘛，才28,000人。五十一党，日本伊讲日本真歹，啊，侵占台湾了，五十一党内底台西的人是28,000人。哦，中国国民党来到这个所在，伫7-8天内底，台死28,000人安尼。啊，讲吼，有案可查，有案会当查讲台死甲注销的28,000人，但是无案可查的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户口名簿有人，有迄个名无人的126,000个，所以总共伫前前后后清乡有诶无拢总死偌济，死差不多154,000人，这款嘞吼，就是咱台湾的悲剧的发生。伊将日本兵伫南京大屠杀的这个仇恨，来个台湾的一个台湾人当作伊发泄的对象。所以讲，台湾人唔是中国人，所以尽量个杀就对了吼。所以这是咱台湾的悲剧就对了。啊，所以大家拢知，咱60几年来，咱伫中国国民党这殖民吼、哦，中华民国体制吼、哦，殖民体制底下吼、哦，咱大家过了拢真艰苦，真郁卒。所以咱当然感觉讲，这是咱台湾的悲剧。400年来，和晚清统治。哦，郑成功统治，哦，晚清统治，3年官2年晚，贪污腐化，台湾这个6个屯垦区，台湾的这平埔族，大家拢过了真辛苦，真辛苦。晚清时代，因为伊这个真落伍的政治文化，晚清官并不是讲要来遮，要甲你做真大、真好的建设，哦，啊，然后中国国民党来到台湾，同款，哦，同款。咱看到这个位置已经60几年来了，到这个位置咱看整个这政府的体制吼，也是都贪污腐化，这个街道给我们的钱不给我们，那是说土地给我们征收的、哦、公共设施保留地给你征收提用，但是钱都不给我们、哦啊、然后任何建设都是偷工减料。咱这边去日本看，东京的路道路足平啦，伊公共建设拢真少，都拢是一流的。但咱伫台湾看，路坎坎坷坷，足侪建设拢是重复建设，钱拢一直个开，吼、哦，无必要的个做落去，吼、哦。到时阵一个公园较济，咱看咱的桃园市的朝阳公园啦，朝阳公园迄足侪水泥伫迄个所在，我甲迄、那个。个像陈忠义哦，迄当时伊做市长，我讲遐都要开6,500万咯，上过分。你若讲迄个公园吼，我来做1,000万就做起来，大部分拢种树啊，所有公园是树啊甲草尔，吼公园绿地安尼，树啊甲草都会使。你未尽讲民众意见，伊就甲做亭台楼阁，啊就甲做一寡水泥的建设了，吼、哦、迄、那个。市民的迄个活动的空间就足有限的，所以这内底拢足侪浪费的，吼、哦。假使讲那6,000万做这个公园时，不如讲一个公园做1,000万，然后又足侪公园预定地，大家拢甲做起来，啊，咱市民的生活品质就会改善。但因主事者无安尼做啊，就是讲台，即嘛台湾人呢，那本土台湾人呢，但伫国民党的体制底下，拢有派去。大家拢想要啥个？想要对这個公共建设内底要提好康个，吼、哦！咱看下这个后车头，通市后车头迄、那个建国公园、迄品质嘛有够歹，所以吼、哦，陈忠义你阁选立委，个先是落选，我会去初次选立委，个是落选咯，吼、哦！陈忠义啊，吼、哦！我若无记唔着，伊市长结束了要选。要阁选立委也是要选市长是落选的。啊，咱看迄是啥？迄是民进党的呢？吼、哦，民进党人做市长安尼啊，
那么讲国民党的人做市长，伊也较厉害。哦，咱来看迄个罗德兄嘛，共款啊。罗德兄迄个李清江做乡长的时候，伊嘛是共款足济工事拢做了无理想啊，不如曾文静啊，不如詹文静啊。詹文静伊咧做乡长的时候，当然因在地的人讲啊，詹文静开路开足济无唔对啊，哦。但是詹文景他开的路都对他有利，对他家族有利的，这个也是事实啦，哦。当然这里面难免说他原来有跟人提东提西，我们是没有证据的，我们也不可以说。不过就是说他开路都对他的土地过，而且让他的路，他的地变成很有价值。但至少他做很多，这样说，他没有对一般人扣税，他对什么？他开一条路就征收这个迄、那个或者受益费嘛，公共工程的受益费，所以伊伫做这个乡长七八年中间啊，收十几亿，整个罗德乡的建设都拢做了袂歹。你若讲对整体看起来，迄是对的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呢，我看李清江啊，伊咧做乡长先啊，伊个公共设施品质就差足济，至少伊伫。詹文景在做乡长的时候，他开的道路还算像样啦，就是说不说慢慢卡卡，不说诶，这大台车到了就怎么派去了、哦、你看到后路啊，跟这个长安路跟长荣路、啊、都做得也算不错，当然南那个南山路、啊、南山路有较差一点，我们在地人、哦、我们如果同关如果是说陆地的啦、孤山的啦、哦啊、特别是陆地靠在走中的，就知道说南山路，因为吼、哦，伊这个货运吼，真侪大卡车走来走去吼、哦，路面有较歹，其他的真侪道路吼、哦，做了拢算袂歹，吼、哦。就是讲，咱爱用一款较公正的心来看人，爱看整个来看，整体来看的时吼、哦，李清江是民进党诶，但伊咧做乡长的时吼、哦，我迄天我伫遮一个讲迄、那个讲一个真特别的 case， 迄、那个 case 就讲，我咧做局长的时阵，吼、哦。在山卡桥迄个所在，本来山卡桥迄个所在，伊迄个溪吼是无溪岸的，足宽的溪，啊有一个山过架，伊有差不多2000平的所在，已经是第四代的经啊，第日本时代经建啊，即当阵啊呢，吼、哦、第三代、第四代的经在建造，爱心为了要做这个布幌的时候，甲伊的土地摕差不多1000多平去做这个布幌，佮做道路。啊，剩600平，吼、哦，剩600平。但我做局长的时候，讲要600平总啊征收，总啊征收。啊，这个县过委员长，伊足客气的，足内向，唔敢来见我，叫因囝找一个因家己的亲族，吼、哦，较有见过世面的，啊去找我讲，做提公文发函讲，局长之吼，我2000平左右，去有用去拢无提补偿费，哎、啊，是呢，我才剩600平，吼、哦。啊！我逐摆平拢灰心，我参低调、参种菜拢无法度，我都无法度生存，啊！要安怎？我先来甲伊讲，我讲你，我甲你办一个啥呢？回征收300平，啊，留300平互你用。啊，即征收即300平的时候，我希望讲伊会当甲你一部分的补偿，就讲你的地上不安呢，吼、哦。啊，到尾甲办好势，就是讲你300平爱承租啊，吼、哦。啊，600平的时候，怎回征收去做啥？消防队。啊，无偌久的时候，讲做啥？迄、那个所在要做一个山脚的什么社区活动中心，要开5400万，吼、哦，要开5400万，啊，讲要佮伊用迄300平，啊，我佮伊因囝讲，你着爱吼，佮要求300万的补偿，你2000平拢互摕拢无补偿嘛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摆先你即个所在已经有承租啊，你讲你着爱只花三百万，我才要互你用。啊！若无我要抗争到底安尼，伊足客气啊！伊讲我唔敢开遐济呢，开100万。讲你若开100万，伊给你50万；啊，你若开300万，你介你找人去介吼，这个吼讨价还价时，可能吼1500万，因为整个预算是5400万嘛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伊真客气，总共真正共开100万，啊，结果的时呐，才回50万。多总共2000平，对啊做
阿公因老爸甲伊安尼都摕五十万倒来，迄是李清江做乡长的时阵所发生的代志。所以我事后的时吼，迄厝咧起的中间，我去了解讲，伊是经过预算5400万，我去阿船长讲。讲诶，5400万，迄阵你应该替伊争取讲，上少嘛回100万，伊若个100万，你就回100万。叫我头迄工，我有讲，我讲两爸仔囝为了这件代志，因老爸气甲破病，先死，隔一冬两冬，换因囝因为胃癌嘛死去。啊，伊因囝破病时，我去台北甲看，吼、哦，带伫一个卫健府，迄款真低真啊真啊啊杂杂的一个所在小社区吼。啊，甲因姑啊在做伙，啊，我去遐看时，已经倒伫盆床底了，已经特别最后一次啊，最特别死去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无偌久伊就死去，啊，所以过年时阵我，吼、哦，去看因，遐遐囡仔去看因太太，啊，甲包一个红包去安尼，啊，我感觉足同情的，我对李先生吼，非常不高兴，因为啥，伊会当主导一切，去乡长的工作嘛，迄是社区。活动中心是乡长的职权，所以伊伫这里5400万内底，应该这个土地补偿爱予人作业，啊，但是无，结果一个家庭就怎啊破碎掉了，吼、哦、破碎掉。我想这吼、哦，上面对咱来照顾着啥呢？照顾着咱民众的生活，咱要做代志，将来咱有一天咱只所有来受的拢是有可能咱民政府的这个行政官僚。行政官僚吼，你做代志爱公正，爱公正，爱让民众有一条生路去行。这真明显的就是讲，去一间过年闹时间去看山卡桥的，过桥了随右边就看到迄栋社区活动中心，较看咧看都无5400万的价值，看咧看都无5400万的价值，但伊就是5400万内底。都唔知偌济人去学只什么立委啦、官议员啦、乡民代表啦，有诶无只人分了了，分了了，分真济就对啦。吼、哦，那迄啦，互咱正正实实诶，咱无贪污诶人来做啊。3000万起起来，就比较少多，比较少多。吼、哦，所以咱看足济工程诶，房屋诶建设，也是讲道路诶建设吼，咱看足济，桥梁嘛同款，迄品质拢有够歹，迄内底拢足济贪污啊。所以吼、哦，咱的政府吼恰意足济，因为重复做，即摆即铺路的时吼，感觉甲甲砍咧，咱就看足水哦。哦，两年就甲铺一届，三年铺一届，咱就足水哦，即路拢袂歹。但是真正若落雨落较重咧，啊大台车佫拗落去，就拢冒冒去啊，品质拢无好。咱看西滨就安尼，重复做西滨，通这段，我伫做局长迄中间啦，重复做两三届。啊，拢无好，品质拢无好。啊，我当然袂使伫遐讲相，有人甲我讲讲，哎、啊，当然定来做啊，迄无啥人拢啊，上少一届拢摕安尼啦，一届拢定拢安尼落啦。哦、啊，即我袂使讲相，因为咱嘛无证据啦，吼、啊，管路拢会流传啦。啊，所以你看即款呢，贪污腐化，结果啊，互咱人民的生活诶，即个品质吼，无多改进，吼、哦，无多改进，吼、哦。所以我听讲，咱的人呐，很好性地，咱本土台湾人遐好性地，看到贪污腐化，咱拢袂愤怒，吼、哦！啊，过去咱二八事件时，无冤无故，咱拢无手无寸铁，爱有枪炮，安尼看到人就拍，看到人就刣，咱拢袂感觉哀伤啊，咱拢无悲情啊，这真反常呢，啊，是安尼哪会变安尼？哪会变安尼？我真无法度接受呢。那看讲，你讲讲李登辉伫国民党时代，伊就不得已啊，因为伊受蒋介石影响，伊不得已讲叫咱大家啥，忘了过去。讲哎呦，大家过去拢甲袂记了啦，啊来族群融合啦，你族群咩啊融合？一个通敌者，甲咱看作讲啥？甲马英九，甲前几年，还是讲我把你当人看呐、啊？哦，你看我哪么甲感谢呢？因为甲原住民讲，我现在把你当人看，啊，过去拢无甲原住民当人看，啊，若无甲原住民当人看，难道就会甲咱本土台人当人看吗？所以可见讲，伊是通敌者，伊用迄个对待，用迄个态度，甲咱当作动物安尼态度，
把咱当作咱是努力的态度来咧看呢。啊，二八事件啊，咱把咱抬，把咱那像咧抬囝，像咧抬狗、抬狗同款安尼，咱拢未生气哦。啊，所以我真有当时我会见怪讲，咱的政治人物吼，把咱带了去唔对的路去啊。咱应该激起大家的愤怒，未太未记哩过去的历史。咱去用台向挂这历史爱会记哩，但咱这年你看讲阿扁阿哩选市长的时候快乐，啥物？快乐个啥？快乐个啥？我未记哩啊。永最美，永最美哦！快乐个啥哦？快乐个希望。伊无爱讲悲情，伊就讲快乐希望啊！啊，都有梦最美啊！啊，大家拢做未来的梦啊，过去的代志拢未记啊。犹太人讲的哦，讲哦。一个人，当然，咱个推论到一个社会，还是一个国家。一个人，一个人，若唔知伊过去的历史，都无光明的未来。咱这小人同款啊，咱台湾同款啊，咱若无认清咱过去的历史是安怎，因为过去的历史会当予咱讲了解，讲今仔日咱是安变安呢？迄过去的历史所组成的嘛，历史甲地理是咱的经过的时空的背景。一直拢延续落来，咱有今仔是安尼，去用通知做努力，啊无感觉讲是努力，要咧去啊，国民中华民国旗啊底啊赢，吼、哦，要去投票，你选伊个中华民国总统，就表示讲你支持伊，甲你通知啊嘛，你支持伊，甲你奴役就对啦。啊，即款人本土台湾人安尼敢对？啊是安尼安尼，因为伊忘了过去的历史，唔知影过去咱台湾真正历史是安怎。中正是军事占领的纪念日，不是台湾光复节，因为台湾并无土地会。哦，咱联合论述来咧讲足白，中战的时阵还未签和平条约，迄当阵主要啥？是干呐讲由人民交予你统治，但是我土地并无割予你啊，你并无对这个土地有主权呐、啊。啊，结果你就哪个这个所在就讲这一下啊，啊就随在安那处理。哦，啊，人要抬就要抬，人要挂就要挂，要关就要关，造成真严重的这个差距，认知的差距足大的。啊，当然我伫我的册内底有写写讲，我伫一月十五完成一篇过车十万字，吼、哦，我也写讲，咱本土台湾人因汉化了，未记得家己本身就是啥，就是平埔族的，拢想伊是一个高等的汉人。我到头来讲啊，你个高山做个真，吼、哦、高山个拢无水准，无想讲咱平埔族本身嘛是无水准，就是汉人嘛无水准，吼、哦、安尼看，并无尊重人做人个应该有个迄互相尊重个态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咱已经忘掉过去真正个历史，去有国民党个教育，甲讲咱是一个。汉人不是一个平埔族，也不是一个原住民，啊，所以就这个经过吼，接受这个麻烦了。当中华民国来占台湾时，伊讲讲哦，所以大家拢对伊讲啊，台湾讲哦，已经咱回归祖国啊。所以我顶下要讲讲，战后中战的时阵，东京有三万的留学生，拢是咱台湾的精英，中间有八千人倒来，拢要回归祖国。迄八千内底分足侪单位，分足侪即个组织嘞。啊，因拢认真咧啥？咧读啥？读三民主义，吼、哦，读迄个蒋介石的作品，读孙中山的作品，拢欢喜咧回归祖国。啊，就是台湾的人，伫当个台湾，伫台湾咧服务的遮，伫战争中间，拢听垃圾哦，听即福建的。迄、那个垃圾哦，电台，哦，啊嘛，足欢喜讲，中国就要来占台湾啊，无爱互日本管，伊袂晓去想讲，无迄个国际观嘛，袂晓去想讲，迄当阵的中国是非常浓哦，真正先进的，真正优待的，是日本的文化，甲西方的文化，啊，所以就去磨平去啊，啊，袂晓去比较，就是讲，咱本土台湾人，知识分子哦，无国际观，无国际观。介可惜，我看迄个，
一本自传吼，我即个一手煞袂记了。伊讲林茂生教授诶，刘碧言诶，刘碧言伊吼，因为毋知安怎关系吼，伊虽然讲是文学博士吼，但伊嘛是偷听即个垃圾哦，啊，将中国诶广播诶物件来甲遮知识分子讲讲，欢喜讲，中华民国特别来占台湾。啊，当二八事件发生诶时，林茂生教授。就去有国民党台死啊！就是讲，表示讲，咱的人无国际观，所以咱即摆课程内底，咱足希望讲，将来吼，每一个人拢爱有相当的国际观，爱看清楚。啊，但是国民党的教育内底，国民党的新闻报道内底，拢无爱予咱有国际观。各位下晡读完吼，八点开始吼，咱的秘书长要甲咱讲的，就是咱台湾的国际地位是倒位，都完全甲。咱报纸写诶，电视所评论完全无共款。我吼，昨昨日看《自由时报》诶报道吼，伊即个《民意论坛》内底哦，《自由广场》遮吼，我看了讲讲，若是安尼落去吼，即个物件啦一直伫流传吼，咱永远都无度培养国际观，每一篇拢有问题，每一篇所写诶，拢甲咱诶论述拢有差别。另外这一篇讲，吼、哦，这里、个、马过关，刘珊珊过关吗？这个吴景清，真理大学法律教授，讲我国著名堪萨斯驻办事处处长刘珊珊，这句话都唔对啊！那不是我国、啊，那是中华民国哎、啊！我们台湾哪里有国？台湾并不建立国家呢，在咱的论述内底，这就不合格啊！好、哦，这是第一篇。哦，另外，陈昭之，民进党还有哪里努力不够呢？哦，因为咧讲选举啦，哦，伊讲每逢败选，参选者在致谢外都会增加一些努力不够的歉语。然而回顾每场选战，这是支持者最不可能归咎的原因。大选再度失利，来自各界检讨声音，包括路线区隔、选战策略。好、哦，扁案态度跟世代议题等等，让向来被台湾人民寄予厚望的民进党面临空前挑战。好、哦，你看这里底吼所讲的吼，拢甲咱的看法拢相关。咱本来就不应该去参加伊的选举啊，是流亡政府的选伊，伊迄个领导人。吼、哦，咱台湾人甲咱无关的。咱的论述是完全咱家己无关，因为台湾是台湾，中华民国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咧选总统，甲咱台湾人无关系啦。吼、哦，对占领者伊咧选伊领导者，甲咱台湾人完全无关，那是比占领者。咱若有一天咱咧选台湾总统的时候，咱总爱出来选啦。今日咧选的是中华民国总统，甲咱无关系。吼、哦，类似安几篇文章，看了你就知讲有问题。吼、哦，啊，加一篇一个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也笔名啦，泽明，伊讲。伊讲经过陈文成死迄个所在吼，伊拢有足大个感触啦，足大个感触啦吼。啊，伊写嘛拢共款吼，伊写嘛拢共款，拢无去想讲像咱安尼吼，遮尔啊严谨的规范，甲严谨的论述吼。所以讲吼，伊讲吼，或许要等到下一次政权交替的时候，才有希望伫台大建立陈文成博士的这个纪念碑啦。安尼啦，伊讲吼。十一年过去了哈，一共三十一年过去的陈文成死了哈，当年台一的政权仍然比台湾人投票继续掌握政权，所以就要等到有一天政权交替了，或不是中国人当选的时候，咱才有可能给建立一个台大建立一个这个陈文成纪念碑安尼啦，类似安尼，而且嘛拢转转，甲咱的观点拢有大的差别啦。哦，所以哦，我一看，我就想欲甲写一篇文章讲啊，2012年2月2日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《自由时报》《自由广场》无一篇，诶，论述是正确，哦，拢是不合咱的这个原理严谨的这些论述就对了。所以吼、哦，咱个看起来就讲，对从前甲即阵，咱台湾人究竟犯了什么罪？都要一直做落来做遮久，吼、哦！啊是安尼，到底是犯了啥物罪？都要随着人随着人抬，随着人挂，吼、哦！啊，咱台湾人拢咧未想起，
我们台湾人怎么都不会生气，哦，对过去的悲情也未感觉悲哀，对应该愤怒的代志也未感觉愤怒，安尼是变来去得到政权，安尼是变来去对抗这个、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政府，哦，这是讲悲情方面的，哦，悲愤这方面的，第二遗憾，就遗憾的是吼，日本政府转变，来个台湾了，转变自己的殖民。台湾的这个体制来奴役咱本土台湾人，吼、哦，啊来篡改历史的时候来欺骗咱本土台湾人，这证明呢，互咱台湾人吼未记哩咱是对国的人，为啥你说唔知咱是对国的人？美称我国，迄、那个我国是中华民国啦，吼、哦，啊所以吼、哦、就变作讲去参加投票，去参加投票，伫世界各国的认定内底就讲，哦，恁台湾人吼真乐意回馆。那想讲我2020年九月七日去华盛顿 D.C. 参加迄个集会时，吼、哦，一个 Doctor 迄个 Paul Riddle 这个人，就讲：哎呦，我恁都拢有民进党咧代替恁台湾人咧讲话啊，咧甲国民党咧坐政权啊，表示恁台湾人拢同意和中华民国统治啊，恁那何必要创一个迄个 T.C. 何必要创一个台湾民政府咧？我著甲解释，费15分钟的时间甲解释。解释了，伊嘛感觉讲，我这解释合理，吼、哦。就讲咱爱真坚强的提出观点，就讲，迄个政府唔是咱的政府，我本土台湾人是被占领者，迄个政府是占领者，所以咱不应该去参加伊的投票，参加伊的选举。咱啊，大家拢莫去参加选举，表示讲，咱对伊的体制是坚决否认的，咱否定伊的存在，否定伊应该对咱的态度，否定伊来甲咱通敌。啊，不是啊，咱在真热衷去选举的时候，人中外国人，你看讲迄瑞德这个人，伊讲啊，大家拢想讲你到底该选举啊，表示讲你着接受中央面甲你通知啊，你着何必要去创一个什么民政府嘞？哦，啊，所以我讲，阮这个团队是坚决反对，要按照战争法、军事占领法，坚决反对伊继续占领台湾，他要离开台湾了，就像以色列占领加沙走廊的时候，38天。最后的时候，伊嘛就要离开，赶快。所以不管占领外久，流亡政权是绝对对台湾无主权的。不管占领外久，伊拢不能就地合法，伊都要离开台湾。所以咱伊敢表示咱的愤怒，66天也唔走，咱表示咱的愤怒。啊，所以咱台湾人的时候吼，去换片甲讲，大家拢讲中华民国就是我国，啊，就去投票，就认贼作父，吼、哦，甚至有的人本土台湾人去为国民党，吼、哦。做马前卒，这种不应该。所以吼、哦，咱真遗憾，这遗憾足侪原因咩？咱本土台湾人无觉醒，没有普遍的觉醒，吼、哦，无普遍的觉醒，所以咱一直拢做奴才，一直做奴隶，做未煞。吼、哦，另外当然美国的问题，美国的对早期战争中间都接受这个切尔拉比。哦，就是中国游说团，上足侪钱予这参政议员，上钱予国务院的人，甚至上钱予军方的将官，上内上钱安尼。所以，因这签了拉比中国游说、中国游说团啊，有真大的力量。透过蒋宋美龄，哦，伊的魅力，啊，所以甲美国的政界拢交往足侪，哦，真密切的交往，所以得到美国方面真侪支持。所以那看 Henry Luce 的 Life， 哦，生活杂志啊，伫早期的时，生活杂志足普遍的啊。咱台湾嘛，足侪 Life 的这杂志，拢咧替中华民国抹粉，替蒋介石政权抹粉，讲说伊是民主，伊毋是独裁，啊咧骗台湾人，骗世界各国的游击者。所以讲骗尽世界的人，所以啊，美国人、美国政府拢咧支持蒋介石，拢咧支持中华民国。这是很遗憾的事情、哦、所以、哦、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所作所为都要唤起本土台湾人的悲情，我们所作所为如果要唤起我们本土台湾人的觉醒，就我们了解我们过去很悲情的长期去给中国人这样给他吞打、哦、把我们不把我们当人看，当作奴隶、啊、就我们很遗憾的就是说咱本土台湾拢无觉醒，无充分的觉醒，
足少数强的角色。咱就讲咱的论述，像咱这个介讲论述的是用我都接受，甚至要跟你坐，要讲咱是怕呐，去讲咱是怕呐，咱无去投票，选到蔡英文就是怕呐。但伊无想讲蔡英文去参与的选举，就延迟咱台湾人自治建国的这条路，就是讲更加和外国外的人、外国人，甲我讲你台湾人是真愿意和中华民国统治，所以你永远无人要跟你帮忙就对了。变成台湾人变成真孤立无援啦，就是安尼，真孤立啦吼。所以总共一句，咱今日啊，伫即款的环境底下，咱民政府会使讲伫人民内底上有上深的觉醒，上彻底的觉醒。咱所作所为是要为台湾人行出一条血路。足侪人讲吼，咱法理论述，咱迄个是联合的法理论述。甲咱法律建国会主张，甲咱台湾民政府所作所为，是台湾为会当为台湾人行出一条路来的组织啦。所以我伫最近完过的这篇我的作品内底，我的标题叫做《台湾的主体甲建国》吼。这篇稿内底我写足白，我讲吼，这个不管是民进党、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的体制内改革，吼。也是讲李登辉的正名制宪的运动，也是讲台湾独立联盟因的台独的运动，拢已经走入去整个反对运动的死胡同啊！吼、哦，走入去迷宫内底，走袂出来。咱即个足希望就讲，因这人会早日了解、接受咱这个论述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透过因来去甲这已经去。迷惑、迷惑这民众，换会当来决策，啊，咱台湾才有救。啊，无就是变咱本身。我甲秘书长讲，咱本身爱足努力，伊足希望讲伫今年内底，咱会当完成4000人的训练，4000个干部的训练。啊，咱要来达成4000干部的训练，像今日咱来来车30个尔，吼、哦，30个尔，新的这个会员才30个尔，还是无够。咱希望每一期超100个人。每是100人，今年咱会当超过20啦，都有2000人啦，啊，咱才有力。所以我足希望讲，咱我昨有先伫咧阮个小型个讨论内底，伫要高雄，伫要去屏东，去找人讨论咱未来的发展个时，我就甲秘书长讲，咱需要啥物？咱需要对基层来拍，吼、哦。319乡镇落去演讲，大家所在咱有咱的人，啊，招一挂人，咱就去演讲，30个、50个都去演讲，吼、哦，用这个方式落去谈。咱基层吼，咱对基层来找人才，唔免对面顶找人才，因为迄铁头啊真顶，因所想的是利益，是安现在中选举，因为我若是参选的时候，有一挂政治的现金，过来我若选到有一个门槛以上，一票我会当摕到50块。不管哪样，我候选人绝对赚钱的，所以唔通无去选举呢。啊，如果我即个选举是代表台湾人，代表本土台湾人，要甲伊争战争、争东争西，结果唔是，最后结果就是考虑伊本身有政治的现金，过来就讲即50票、50块，就蔡英文这边600万票，吼、哦，就会当摕我者3亿，落底底，伊唔免摕出来。即款制度够公平，所以吼、哦。经过来看，对李登辉甲这种人20几冬啊，拢行唔着路去，就是李登辉嘛行唔着路去。然后大陆人民倒来本来应该甲咱共款嘞，完全否定中华民国体制才对，结果伊嘛落去支持李登辉，支持陈水扁。20几年过去，咱台湾人敢有较好？无、哦，绝对无哦，当然无较好哦。秘书长底下演讲。讲伫遐捡字纸的，捡破烂的，即个拢台湾人。时间哪长，按照道理是每一个人生活会通较好诶。结果毋是，咱是时间哪长，咱诶人哪少，咱诶人哪散赤，咱诶人哪艰苦，捡字纸拢是咱。烧炭自杀、跳水自杀，拢台湾人。安尼讲，因为中华民国体制拢照顾中国人啊，照顾中华民国流亡难民啊。
咱各位唔知注意到报纸写无？电视讲的新北市的议员讲买乌炭拢啊，甲登记，叫伊登记。安怎讲？因为买乌炭，唔是要去烤肉咧，是要去自杀咧啦。遮侪人去烧炭自杀，第四讲议会就爱讲定一个办法讲。吼、哦，卖乌炭一定爱登记，啥物人来买爱登记伊个身份证字号、伊个地址、伊个电话啊。吼、哦，啊才互社会局甲这个啥警察局去注意伊个安全啊。啊，毋是烧炭自杀，足济只安尼。啊，你啊想看卖，生活较好个，敢着去遭烧炭自杀、烧炭自杀，毋免啊。就是生活够歹，真困苦，无路通行，才着爱烧炭自杀个。我着捌讲。你认为是来烧炭自杀嘞，还是讲去跳海跳水自杀嘞？差不多千外人，甲变啊结束时四千外人，甲这个马英九上台了拢六千外、七千外，甚至变啊较侪，因为啥？因为伊拢无爱公开，啊变啊是来拢公开，所以数字足清楚。只要拢无公开，甚至讲去自杀嘞，甲当作意外死亡。哎、欸，那是讲已经开瓦斯自杀，伊讲啊意外啦，迄毋是家己自杀，遐是家己自杀，就是流失。老一个遗书讲伊要死啊，伊嘛讲去意外死亡，安尼减少咱啊自杀的迄个数字，吼、哦，安尼用安尼咧蒙骗这个社会，所以咱个想看卖，咱台湾人有够可怜，台湾人有够无助，咱也无够认真拍拼，咱台湾民政府，咱这学员，吼、哦，也无够认真拍拼。安尼，搁安尼回，搁十档、二十档、啊三十档落。假使讲咱这个力量，若无落搁发挥，就消耗去了，无人有法度救台湾。因为要救咱、救台湾，爱靠咱家己啊。咱家己有认真拍拼，外国人才会甲咱帮忙啊。人讲自助天助啊。咱家己若无认真拍拼，你都无想要独立自主啊。你就干那要挖苦中华民国啊！你就要选中华民国总统，干那要去投票选伊个总统，要干人挖伊迄个势力，然后去分一碗汤来啉，人哪有可能干你帮忙啊？这足简单的道理啊！你都不想自己自立自强，人哪有可能干你帮忙？所以吼、哦，有当时啊，哪想哪感觉讲，咱足无助啊，无拍拼阁袂使。真感谢大家。在百万中间吼，百忙之中啊，接受咱这个论述初步的观念，啊，欢欢喜来参加这个演习会，真感谢。但是各位在这两三天的演习了，不是听听就好，咱希望恁回去会当把恁所听到讲给恁厝边头尾朋友底下听，有较侪人会当来。当然啦，你会感觉讲哇，啊来到这个所在足艰苦呢，这像明仔上艰苦。明仔你八点坐坐到暗十点，中间中下食一个饭，吼、哦，坐到屁股都会痛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若热天较艰苦啊，热天哦坐到咧，我电风吹，内底拢烧风，规身躯汗，吼、哦，也较艰苦。但是我希望大家各位听了这三天的课程了，会足快乐足欢喜。从此以后，你会像我安尼，拍拼安尼，唔在日夜，嘛袂忝。只要有当讲，就一直讲，讲袂煞，吼、哦，讲我足欢喜，足希望，讲台湾前途就伫咱的手中就对了。所以希望各位吼、哦，在这三天内底有甲我同款的体验，然后你就甲我同款快快乐乐，牺牲奉献，唔是为家己，唔是为我的厝的家人，是要为整个台湾人，对咱四百年来牺牲的先贤先烈有一个交代。对咱后代的子子孙嘛有一个足好的交代，予咱大家会当过一个真好的日子。足希望安尼，大家拢甲我同心来奋斗，来拍拼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起立，立正，站立，休困十分钟。